现在你看我要调颜色的时候啊，马上我们的镜头就可以跟到颜色上来。但我还没调颜色，我要挤颜色哈。这里面它六支颜色啊，都一看就看得到哦。我要用到，比如说珠标色，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好处，它很快就干了，哎，这是我觉得有时候非常这个颜色挤进去以后，你放好多天的话都没事儿。当然我们还是这里还是说了哈，那是源于大家现在大家好多人手上都有这么一个盘子。六种颜色正好这个六格的盘子。这个已经用了，我都用了两瓶了。啊，今天我们就随便画一下。今天呢就说给大家说了哈，它主要是什么样呢？就是给大家作为一个测试一下，哎，我们能不能正常的进入教室？现在基本上应该都进了吧？啊，基本上都应该进教室了。啊，我们首先你看这个笔呢，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这支笔其实也是一支新笔。也是这新笔，而且我前段时间一直用胶墨把它粘上去以后，我就放在那里脱脂，因为我还有别的笔在可以用嘛，所以就那个。今天我说一定要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笔给大家画，所以我就把它刚脱了脂。你看脱完了以后，你看我们要画很简单。直接蘸胶墨，好，我们这要注意哈，有些学员呢就问，哎，郑老师啊，我们画这个画，这个纸面是用光面还是用那个，还是用什么面哈？我们一定记住，一定要用光面哈，要用光面啊。当然有很多人说的，我就是要用那个糙面啊，那也没问题，他习惯了，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是不是？然后我们现在，首先第一，要把这个笔啊打扁，是吧？要把笔打扁。打扁了以后，在画三十的时候，线条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怎么样呢？不要去把这个线条画得太直。你看，好，把这一笔画了以后，其实就是用了这个封面画的哈。画了以后，这个笔就有点怎么样？大家看这个笔，啊，它就往上了吧，看得出来吧？好，然后翻一个面，石灰笔有个好处，它可以画出非常有弹性的，啊，非常有弹性的这个线条，啊，你看这么一画，是不是啊？这个线条很有弹性。然后画了以后，脱下来以后，现在我们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好多学员就觉得，哎呦，我真的是，我每次这边画了以后，我要把它一撑。就这么一撑一折再一上，你看它又出现了，这个笔大家看是散得很开的。我们现在这个三十啊，这个三十现在这么一根线条，其实就两根线条，
哎，但是已经有这个三十的一些它的一些结构了，哎，现在关键是这里面的结构啊，好，这是第一笔，这是第二笔，是吧？到了第三笔以后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先大家看我这个纸啊，它是非常能定得住墨的，非常能定得住墨。石灰笔它比较硬，比较硬的话，你看它可以画出很多有金石味的线条。一下子通过这下面的衔接，已经把这个三十都怎么样呢？都把它连起来了，是吧？都把它连起来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注意，我看是用什么形式，或者是把它加上去，或者把它画上来。比方说，我们这里面还是空的，是吧？正在空的，我们就可以。这个画画呀，主要的线条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主要的线条呢？大家看哈，我现在马上把它画了一个，就这根是主要的线条，这根是主要的线条，这根是主要的线条，这几根主要的线条，在画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什么样呢？就是临表把它画的平行。这笔啊，这些其实这个笔我也是除了上次用了一下哈，我还是第一次用它，非常好用。大家看哈，我把这个画了以后，这里面啊这个画的怎么样呢？比较虚，这个时候参差点染，我画画是一气呵成的，啊，一气呵成的。你比方说，石头，我画画特别喜欢讲究的就是点线面的组合。好，我们把这块石头画了以后，大家看，现在这块石头好像是缩成一团的，是不是啊？缩成一团，那我们怎么样让它舒展呢？怎么样让它舒展呢？其实很简单，其实非常简单，干什么呢？你看，我这里再来一根线条，边画笔锋边在转动，你看我们这里这根线条，我现在这么一，再往下面走的话，那就要干什么了？就要把这个
这个三十啊，该虚的就虚了。这个时候你不要担心，你看我最近啊，我画了一幅这个墙绘，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那在画的过程中，这个笔啊在墙上刷刷刷的擦，哎呦，我最后我还觉得越擦这个笔越舒服。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师曾经就跟我说过哈，我们画画这个毛笔啊，当然这个前提是必须要这个毛笔要质量要好哈，如果是遇到假的那些就不行，质量好就要让它从奴隶到将军啊，大家去理会去悟这个这句话哈，就是你不要一来就是哇把它保养的好得很怎么怎么样了，一来就跟现在的孩子一样的，你首先让他受苦，让他受苦呢，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吧，你让他受苦了受怎么样了，他真的他很快他就很要不了几岁他就懂事了。你看现在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啊，从小就是非常娇生惯养的，真的长大了十几岁什么都不会啊。然后我现在画了以后，我把它擦得很干以后，好，这个时候啊，这个也算是面笔尖蘸水，是吧？稍微擦一下。可以适当的，我们这里调点颜色。你看，我们现在可以这里面加点朱标、胭脂，藤黄。在这个顶上来，顶上我这里来这么一点，来这么一点以后，你不要围着它绕一个圈，我们可以给它全景。好，大家看哈，我这一块石头是吧，这块石头这么过来下来正好要跟这里衔接，好，这里又跟这里衔接，它就是像什么，就像这个山的，就像这个山这块石头后面的一块景面哈，一下子因为有了这一块面，这就相当于一块面是吧，因为有了这么一块面以后，把这些石头啊你看就非常的凸出来了，它的立体感啊这些就出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是把它画了以后，把它画了以后，我现在就用刚刚说的这个小笔，我们小笔干什么呢，给大家画一下什么，画个房子也好啊，或者桥也好哈，我们先画个小桥。这个就随便一点吧。来，我们这里就直接在墨里面加了一点点这个朱标色。
我要构成图的话，那我就会在这个位置上安排一个桥。我们现在别的都不画，就画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你看，大家可以看哈，如果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家都说，哎呀，看不清楚了。你看我们现在用这个形式啊，我首先画了这么一根。画这种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要注意，你看我这些线条，我不是直直的一根一根的线条，我是有节奏感的啊，在画的过程中是有节奏感的。这个我这么画呢，也是源于我对这个桥的理解哈、啊，所以说我随便乱画啊，随便乱画，长的短的这些。啊，这个所谓大家都所谓的熟能生巧，我相信以后你们如果多画多练，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你比如说，你看这些都是很原生态的，这是说实话，这个桥目前啊就是在我心中的桥了。目前恐怕国内都很少有这种木桥了，啊，之前四川青城山后山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桥，那我们之前在地震之前啊，这些桥都在，但是地震以后，这些桥基本上都我后来又去看了，都成了仿木桥了。你看我们当时就说，你看我们在画这个桥的时候，这就是山上的树啊这些砍下来。有长有短，有树桩粗一点，哎，这是扶手。好，这个是下面的，桥面的这一块。大家看，我现在先把这个桥的前面的这个扶手桥面先画出来，画出来以后，好，我们这里面就要开始画桥面了。这种呢就是它是有很多的，如果你们没见过呢，说实话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有很多的这些把它组合起来，组合起来以后，这个时候，记着，你看用了很多的这种木头的长条，就把它组，因为这些横的这些，它还起了几个作用哈，一个作用，它起着什么呢？把这些木头啊，把它给连起来，它可以绑铁丝也好。钉木桩也好，钉钉子也好，把它连起来，啊，连起来。好，还起个什么作用呢？就这个横的这一块啊，还起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人走在上面，我踩在这个木桩上防滑，啊，你看，把桥面画出来了，画出来以后。画出来以后有个什么呢？就是后面的木桩子啊，这个是要注意了。这个后面的木桩子，把它画的稍微怎么样呢？深一点。大家看，我现在这么一画，我只需要把这个。后面都要比前面的这个扶手也好，还是桥的这些桥面的这些的话，都要比它怎么样深一点。画了以后都会是用笔去擦一下。
我们现在画了这个以后，一会儿稍微用淡墨啊把它一染，或者不用淡墨就用这个赭丝色把它这么一染，马上这个桥的立体感，大家看这个桥是不是啊？用这种形式，我们这种直播是不是觉得很爽啊？看得清不清楚啊？现在就这个就 不能像那个哈，你们就觉得是不是啊？好，把这个画了以后，我稍微再给大家画个小房子。以及他电脑的配置有关系，还有网络，因为有很多他手机内存小，看直播肯定会卡，如果回看课程就会好一点。电脑的话，如果是有些是老一点的电脑啊，配置比较低的话，也会有点卡。哦，不卡啊，不卡，可以可以。那也对对对，那还有点可以互通一下嘛，大家对对对，有什么就可以给互通。但我觉得如果是能让你好，你看我现在哈，比如说我们这里画了以后，稍微这边你看我稍微走一下几笔，把这边这个路走到这里，哎，过桥，那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下面肯定是画水。那今天我们都不画了哈，今天我们主要是干什么呢？主要是给大家就说看大家能不能正常的去收看啊，正常的收看。我们要画完整的话，从这周六开始啊，这周六就是一张完整的哦，不，这周六还是画这个局部的哈，画三十的处理啊。好，我们现在哈，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三角这里啊，这里我画个小房子。你比方说画这些小东西，主要是让大家能够怎么样呢？体验一下。因为最近我在抖音上啊也直播了很多啊，也让了很多的这个，也可以让没有报名的这个朋友们进来可以看。现在有2300多人呢，那也是呢还是不错的。好，你看稍微动上两笔，然后这个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可以，我是喜欢怎么样呢？先把这个屋顶这一块先画出来。你看我们现在就画了这两个屋顶哈，这个屋顶和这个屋顶大家觉得有什么区别吗？啊，第一，这个屋顶它要从这里到这里它要长一点，哎，这个是从这里到这里它要高一点，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变化。如果你都是这么长，你不要到这里也是这么扁扁的长长的，那就没有变化了。所以说呢，注意哈，要把它画了以后，我这个不是用的胶墨，用的是这个是用的是色墨，这里面加了一些颜色，三绿啊这些。你看，我们稍微大家注意看哈，这个有些地方宽，有些地方窄，这是故意的，这个才能大家才能看得清楚，是吧？我们这个要学习啊，我觉得我今天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哈、啊、也来进来看了，看了以后你们觉得这种形式好不好？你们也可以留言也可以哈、啊、当然也可以大家觉得哎这种形式非常好啊，我们能学到东西，想要学习的我觉得也是行的。因为现在画瓦片没什么说的，我就给大家说一下，你们想学习想要报名的，哎，你们可以联系这个助理老师。助理老师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号码吗？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打出来也行，或者我给大家说也可以哈，你们拿笔记一下啊。
大家觉得哎呀，这种直播课很舒服，看得很清楚，而且效果也好，哎，你们想报名想学习的话，那可以联系助理老师，这个号码是18870379135，啊，记到没有？没记到我再说一次，基本上很多学员都知道，但凡进我那个抖音粉丝群的，只要你一进入，它是因为是电脑自动回复的，都会说有什么事一定联系多少多少，就是18870379135，哎，联系我们助理老师。我还有一个要说的是什么？就说是，大家不是报名前100名都送了有这个纸吗？啊，前100名都送了有纸，但是呢，没有送回看的。我们这个还需要一会儿是你说一下还是我说一下？啊，就是好多学员已经申请了永久性回看的这个。如果新报名的学员本来只能我们学期结束了大家都看不了回看了，哎，现在呢如果你们报名的话就纸就不送了哈，送你们永久性的回看啊，这个如果是之前的还没有交这个钱68块钱，你们要给助理老师联系，好，申请永久性的回看，当然你也可以不申请啊，你觉得画完我就不学了，那就不用申请啊。大家看啊，我在画的时候，因为正好画这个瓦片，不需要讲太多，我就说了一下我们助理老师的电话。这个有想学习的，我们可以去学习。这个我一说，我还是给大家说哈，我教了20多年书了，在教画这一块哈，平常教我说话我也不会说，但是在教学习画画的这一块，我是非常有心得的。只要你们认真的跟我学习了。啊，前提哈，只要是认真的学习，那你们肯定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当然你要是说哎呀我就是来玩玩的，我就是来看一下的，那我不画，那对不起啊，那就没办法，那我也不能保证你就能画得很好。你看哈，我现在把这两个房子画了，其实这个房子很小，大家看我手就看得出来，它跟我这个手是吧，跟我拳头一样大，跟我拳头一样大，所以说是很小的，哎，但是我们放的满屏，在电脑上下载一个，下载一个就是这个什么 APP 啊？不用，电脑上直接的话下载一个微信。对啊，下载微信嘛，也是微信的 APP。大家电脑上的话观看的话，您直接的话用，一般电脑上都有软件管家，您直接通过软件管家搜索微信。然后直接下载安装，然后观看学习的时候，您就把您的微信登录，然后打开课程链接就可以。好，这个助理老师已经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啊。说实话，电脑这一块我也不是太懂，相当于就把你的微信用电脑登录，你用了哪个手机付的这个学费，就用哪个手机登录。就可以了。今天是谁都可以进来看，我们星期六的话就看不了了，星期六就只有报名的学员才能看了。好，你看哈，我现在通过这个也是点线面的组合，但这里面你千万不要画成一块死墨，这里面要有一些东西是吧，点线面的组合，这是刚刚这里画的是线，这些瓦片就是点是吧，这房子的阴影部分是面。好，这个前后层次你看一下子就把这一块就弄到后面去了啊，弄到后面去了。这个房子它跟那个木桥呢还不一样，这个木桥我刚刚画的木桥基本上是看到了，这种形式的房子在云贵川包括湖南这边啊都能看到啊，都能看到这老房子啊还很多，重庆啊这些都很多的。好。
现在把它换了以后，我画这个房子呢，就是这个门基本上我就把它画的是比较深了，因为其实好多我一定要给大家说哈，他比如说他觉得这个画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啊，和生活中绝对不能和生活中脱节，那不行。我们有时候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有时候啊，那你真的这里有很多线条，你把门再用那些那个白的再处理的话，它就没有这么有立体感了。所以说我这个都属于是简化，没有见过这种房子的人呢，你看我们这个小鼻哈，非常的精致，画出的线条啊都是非常的细致啊。我刚刚说了，没有见过这种房子的学员肯定会说，哎呦郑老师哪有这种形式的房子啊，怎么怎么样。但是一旦在云贵川在四川这边的朋友啊，这些老房子其实多得很多得很，特别是有些刚新修的还那个啥哈，有些老的房子啊，他一会儿哎呦这个地方烂了，他拿这个钉一下，一会儿那里烂了钉一下。你看我们这里哈，这个房子它其实就是用这些，也是用的木板堆积的。哎，这个地方它就坏了，有这么一个里面，哎，我就把它里面画出来。这个地方，哎，里面画出来。你看我这么一画，是不是？这出来以后效果就非常好。好了，这种房子呢，它不用打地基的，它其实就是这里面加上几块那种条石，或者大一点的石头，把它处理一下，大大小小的把它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把它画。等把它画了以后，这些门呢也是很简单，我刚刚说了，其实就把它简化了。其实这里面肯定是有门的，是吧？我就把它简化了，就是一块长。大家都知道，哎，在农村里啊也好，像这肯定是农村里的景色。一到了这个春节期间啊，什么期间啊，我们贴都有贴对联的。这个习惯啊，这是一个主堂屋，就是最重要的房间。哎，这边是偏的，偏一点，用一条线，画一条线以后，这个时候鼻上的墨色都已经没有多少了。一定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鼻上的墨色如果太多，不要用这个动作，要稍微少一点的时候，我把它拖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么一拖，你看。屋檐下是不是就变得比较深了，它立体感就出来了。好，画了以后，画了这个步骤以后，好的学员就不管了。好，一会儿这里还有脸了，他就不管了。不管为什么呢？那这个房子好像就是直接剁到地上一样的，直接放到地上，没有什么好像缓冲的地方，就显得特别的单薄。怎么办呢？一般农村里的房子，哎，都是有一些这个都有一些这些一个台阶，高出地面大概十几公分。高出十几公分有个什么好处呢？有点水啊，下大雨啊，它不至于水淌到这个房间里去，哎，就这么来的哈。好，到了这后面其实就很简单了，我的后面就以块面为主，以块面为主，稍微用点，都不画这边，因为这个地方到时候我会画树啊，画这些。把它画了以后，比如说
有大有小，有粗有细，啊，有虚有实，像这些都画得很虚。这里啊，有可能我倒是会安排一个什么东西把它挡住。我们中国画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长。包括这个房子，我也是有意思的，就不把它画完。当然，我们这个房子还少了一点哈。这个房子，本来说今天就在，本来说今天就直播一个小时的，结果现在好像已经超一个半小时了，啊。我们到时候会在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的更细致啊，更细致一点。今天主要是让大家能够，现在基本上看起来呢，差不多。哦，现在有人说这个机位好，对啊，这就是我们网络直播班的优势。网络直播班，它在上课的时候啊，那真的是。非常的，大家看的也是非常的过瘾。看得非常清楚，它这个跟那个抖音直播也好，快手直播也好，完全不是同日而语的哈。这个就随便画一下了。有时候房子啊，侧面，经常我们只看到侧面，是吧？到时候把它这旁边画点树，把这个炊烟把它一画，这是非常漂亮的，啊，非常漂亮的。这里稍微再画几个吧，画几个，今天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可以互动一下，大家觉得今天这种形式，啊，大家觉得今天你们看到的这种形式哈？觉得这样学习能学习到东西吗？抖音怎么看不了细节？抖音它是手机直播，它没有办法调整这个机位，或者调整它的远近，当然看不到细节咯。这个我们正直播是摄像机直播。啊，非常好，好有反馈了，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不让大家点赞了，也不让大家那个什么了，说666111了。其实是不是这种形式？现在我就想今天的目的呢，测试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来看一看这种形式，哎，上课好不好？看得很清楚，啊，我把这里先画了，跟大家互动一下哈。你看我们要画这个的时候啊，这后面这个就很简单了，稍微擦一下，包括这边也是这样子的，因为这边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一定不能把这个房子把它画得非常的全，像这些开始画多了，说实话，你看哈，进来就这个地方啊，其实都不该画这里，但是有可能我都会挡一下，就稍微这么一挡，它就更协调更自然，是吧？更协调更自然，啊，这边也是这样子的，
我只画一半，像这里哈，就不要把它画完了，有可能这个地方会画一些树啊，画些什么啊，这些把它挡一挡，这边也是要画点树把它挡一下，或者画点石头啊。好，这里可以画点稍微田啊，这里下面是水，哎，大家看看，大家看看，如果是细节是不是啊？啊，好，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就画到这里了哈。现在就画到这里，今天我觉得还是很给力啊，现在有2500多人啊，2500多人这么多人哦，有60寸的，呵呵，就是这个字太小了，呵呵，你们觉得，我刚刚就说了，如果觉得真的这种形式，其实我说实话，我是，你们了解我的朋友就知道啊，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采摩山水，但是呢，我们这种也算是知识主播了吧，是吧？在抖音里也好，在快手里非常的难，我都算好的了，因为我还有10多万粉丝，我算好的了。有很多人其实我看画的也不错，但是你发个视频啊，发过这些下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点赞，也没有什么这个。到了直播间，有时候一看，直播间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啊，尤其好的有100多人，是吧？这个知识主播，特别是我们这种画画的主播啊，太难了，太难了。有时候想把一些很好的一些元素啊，想给那个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这个网络课，你又不能在里面去说，又不能在那个抖音啊快手里面去，哦，我直播班了，我大家招生了，蹦，他就给你磕，就给你那个，就说你是引流了啊，就给你来一个直接的，你视频都发不出来。但是你如果不靠这些去宣传，不过这个呢，说说现在别人都说酒好也怕巷子深，哈哈啊，你看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这些哈，哎，很多人信息不对称，很多人不知道啊。特别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疫情期间好多人想学习，特别是现在中国肯定好多地方都已经是隔离在家里不能出来，是吧？哎，正好有空想学习了，想怎么样了，但是你们想找好老师找不到啊。我这里想把我的采墨山水画的那个推广出去，哎，你们不知道，说是那个信息不对称。今天呢我觉得还行啊，今天我觉得现在一直不停的在加人哈，2600多人了，2600多人。你看哈，我今天给大家就随便画了几个，哦，这个还是可以放大的啊。整个来说呢，你们应该是看的是不是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我看好多学员也说了非常好啊，这非常好的可能好多人都是这个都应该是那个看了我们的抖音直播啊，这些哈啊，看了抖音直播这些，他们在对比这个，肯定就觉得这种形式是不是更好啊。刚刚我看有学员已经打出来了，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一期是我整个写生，就是我们这个直播课收费最便宜的。因为怎么样呢，我也觉得目前来说整个大家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人也挣不到钱，很多人也这个哈，所以说我们商量下来。